那影响猪死。刀没了，不是这两个为什么要是会在这里偷袭啊？偷袭就给我打到死，有啥意思啊？我还以为要与老夫不死不休呢。我刚掉了一个冰眼睛，你掉了一个吗？瞎子不上来，接近没有二，比赛我一般不看，我一般只看世界赛。然后还要出来，他们补的好像也不好补，要闷了就补了一个刀。瞎子还没漏的，刚才前面漏在上路，他是没打蓝的话直接去抓上。哎，先溜吧。阿尼这个东西没啥用。先补两个鱼。啊，你搞 AD 了，哎，快了，开始。干嘛？敢越我？我真不信！来，有本事就越了。行，你们牛逼。
the throne, my memories away. Now I feel I'm done, and I am cursed by every day. Till my time is gone, I've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. And now I know this all for sure. I won't forget your last betray. I'll never forget this day.看不，蛮不好看。终于忍不住了。没动我们家所有人啊，那我也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哥们儿很难发，这不都是真的太稳了，非常的稳，那你也很稳，前面几波他都能开，我他都不开的。
他回来买了个帕子，我待会带他去买的帕子给他破了吧。没进化的小心一点。哎呦，他怎么不散了？他好稳，这个锅子多。是稳呀，他不稳的话，他可能二杠零嘛。他看见我 W 直接不 A 的，啊，这是他有进化的样子，这个锅也没必要的。他在干嘛？等一下啊，我怎么不来人吗？绝对来人了，等一下得。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招，我也闪有，先换，先把他连闪。秒的。阿美大的。我也没进化了。来，操不操作一下？敢不敢？实际上距离远了 ，W 就不过去了。
这把人有点强啊，是没闪的，他的闪现跟我的闪是同步的。老黑这英雄打不过青钢影，他这个冰心太弱了。哎，为什么站不住？不好吃对。他们的阵容不可能能站得住。都是伤害型的，难过干完月亮，没办法，从那玩 AD 的没事，这局只能说尽力了。有针吗？慢。偷他，把他秒。我操，一个亿！无力伤害非常高。打得这么破的，不然有点不好找机会。我砍了两刀，他也得有小伤。爆爆呀，爆爆！嗯，很难爆得到。我这闪现待会后面留来拿来杀符。我买春哥甲也没用啊，我
就在，不然太拖了。嗯。阿彻他不出，打得好非常。这里，来来来来，看我，先把枪再砍。这个是没闪。包下，赶紧去把龙打。啊，直接回啊！上路二塔我推不掉了，出吧。得把他盾破了，不然我……哎呦，我被他闪现惩戒把我车盔甲打死了。撤远！这个狐狸好烦。他不破在我脸上的，那没办法。嗯，我之前一个大招，他稍微扭了一下，啊、他的杀人速太慢了，妈的移动速度有点快。打了我2000，我操！我总共2900血。嗯，狐狸打人确实痛，这个英雄他的那个属性太大。我下波有闪有那个，我闪现三刀能把狐狸砍，但是三刀得出暴击，三刀暴击我应该随便秒他，但是秒了他，我不知道后面他能不能打了一。我闪现60秒。没龙魂还行。引魔刀没用的，狐狸这种装备买引魔刀有什么用？不是狐狸一个人打我的，要狐狸一个人打我痛嘛？那还好，买个装备针对一下。青钢影瞎子打人，加威鲁斯打人都痛。哎，狐狸踢了，狐狸踢了，狐狸踢了，看好不？来了来了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我直接先把他秒了。赶紧把中路线给他赶紧清，这个瞎子他妈好聪明。我这波好像得直接进啊！来，等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烦了，被他烦死了。得逼一波好像。嗯，得。那给他砍了。得逼。太有钱，我操！狐狸过去了，狐狸过去了。嗯，他跟我一个一个，我还是不怕他的。来，在我这里。那里面也进不去。武器带不了啊。那么
听看音乐的单。这伤害太高了呀。哎，可惜这，这局还是赢不了。모르는 무게 엄마 나 어떻게 해야 돼 huh?